另外，位置咧河滨南安路一处农产灌溉排水，河南制作一半下游部分凝固吸收，可防止放弃现象。地数水位一济哦，就会倒灌到附近民体，真危险。河滨镇南安路一处民体头前的水力高，因为河花埔强工程干阿做一半，下游的部分凝固吸收，民众烦恼会发生放弃的意外。这条是四五年了啦。吼、哦，无开胶，无清胶啦，伊家这条看放去了，啊，已经是有那放去啊啦，啊，放去以后咱唔敢清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嘿，无乌土起来啦，啊，全一直放去啦，啊，放去哦，水全会即马后水就满起来哩啦，会接入来，嘿，会接入来啦，哩啦，嘿，啊，人啊咧饮水，你即阵就未通啊，嘿啊，伊无来清要来通，啊，水头唔知人讲，啊，水头都。都清啊，做啊呢，啊那水尾那实在无做啦。这条排水沟，咱今日请县政府来看吼，因为咱这边有做好，这边拢无做，啊河花也无做吼，啊你也看规个拢崩起啊吼，啊而且拢无清淤嘛，水拢啊咧土吼污泥拢是灌起来吼，啊居民的反映讲，若这无紧甲因做做的是，每一届若风台大水来，还是雨落较大的时，拢会满入去甲因厝内面吼，造成真大的困扰啦。我是感觉政府咧做工课，袂当讲一边做一边无做安尼吼，迄、那个功能会不彰啦。啊，所以请县政府来，来当做的话，先甲因做做也好。而亲密议员接到民众叮咛，会同水族处人员到现场会勘。研究改善办法，希望能赶紧解决民众的困扰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